如今拍婚纱照，有人真的是做到了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。近日，湖北一对打扮精致的情侣竟然在斑马线中间拍婚纱照，当时两人身边还有好几个工作人员。为了追求效果，摄影师还不时蹲下身体寻找拍摄角度，新人也是坐着躺着各种配合，视车流如无物，过往车辆不得不减速让行。在接到路人反映后，交警迅速前往现场，将拍结婚照的一行人驱离。婚纱照在哪儿拍不重要，婚纱照里的人在最重要。